最近《战狼二》的势头很猛，看过的人都说很好看很燃，而作为导演兼主演的吴京也不忘给自己做宣传，电影首映日就在微博上发了两张电影票的照片，用自己的作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。可是有网友却细心地发现，照片中吴京的手指有点不一样，主要就是大拇指的地方像是短了一截，点开照片仔细看确实是短了，但是有网友表示说不是角度的问题，因为很多其他照片都可以看到吴京的大拇指是真的不一样啊。曾经吴京参加的某个采访节目上就被网友发现两个大拇指很不一样，一只手是正常的，而另一只手却短了点，看着真让人心疼啊。至于受伤的原因，之前的网友说这是因为吴京6岁的时候在雪地里推板车玩，结果就不小心切断了自己左手大拇指，这个不小心有点狠了，好好保护自己哦。